格鲁纳酒店满月社长 IU 的造型太美了，女孩们 get 起来。由 IU 吕珍九主演的奇幻题材韩剧韩国热播中的 Tvan 德鲁纳酒店，讲述了在德鲁纳酒店所发生的故事。这是一家为无法离开人世间灵魂提供居所的酒店。张满月因在古时杀害太多人，所以希望找到攻王者灵魂休息的客栈，为被杀害的人赎罪，最后却成为了客栈的新主人。来看看 IU 在剧中的造型搭配如何。